们来到是哪里呢？醒吾科技大学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哦，对，你之前当初在这边拍戏拍了半年，就是在这一栋设计学院大楼。哦，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是醒吾科大商业设计系，然后听说就是他们的毕展就是在这边已经展开了。由于周林思雨和宋维恩以及刘伟成带路来到醒吾商业设计系的毕展现场，用过关斩将的主视觉包装理念，同学们展现强大的设计才华，每个作品都让三人惊呼连连。我们主要是用种子包的概念，然后把网路议题做包装，因为现在网路不是有很多可能有酸民，对，或是有些人乱带风向等等。所以我们想要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有感的议题，伟成应该是这个吧？我很臭吗？喂，伟成有没有被讲过很臭？不尊重别人。黄腔，因为我最近合作的人很喜欢开黄腔。来，谁？你在说我吗？特别挑我。你可以摸摸看，是你的感觉。黄腔为什么？它里面是用星星，就是用星星表达出那个垃圾化字眼，不甘入目的感觉。哎，我觉得好酷哦，云流是不是？云流不是，它是经典新秀赞助特别奖哎，哇 ！Golden Bean 那个 Golden Bean 那个经典新秀，对我没有入围。哇，厉害厉害厉害！还有一个什么梦盘清醒梦？梦什么？盘好像也有入围经典新秀，对不对？对。都是很厉害。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跪着一个一个去看。它贵就非常贵哦。Fish Light 是余光，哎，它有那种谐音的意思。日光灯现在已经有新的机器，LED 灯了，但是灯座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我们想为这个日光灯做新的不一样的变化。然后我们材质选用全透明亚克力。刚刚看到的作品都是由这台雷射雕刻机完成的。这一台？对，它是雷射雕刻，哇塞，好高级的感觉。联盟是我们的毕展的作品啊，会在。构想之后上电脑，然后来做，因为他擅长是用手机来画。现在已经在正在了吗？上传到云端之后，再用电脑开档案，变成我们可以调整还有改变颜色的方式。就是我们想要跟小朋友理解什么是脸部平权。哦，脸部平权哦。那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是深深生活用品家具。那我们这一次呢，有入围那个中华设计奖入围。那我们还有在教育部的平台上获得10万元的奖金。哇，厉害厉害！那跟你们讲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我们的设计理念呢，我们是用风水的五行里面的木火土金水，当作我们的设计理念。不得不说，醒吾商业设计系的同学们真的很有才，毕展作品都极富巧思和意义，也难怪会让伟恩差点要跪着逛展啦。完全了，蔡伟雪、蔡长龙采访报道。